哎，老板娘，哎呀，人呢？哎呀，这家作品柜，天太热了，整雪糕。我把这你自己浇吧。嗯呐，你去，你起来呗。干啥呀？那我想吃这个，那里呢？你起来。妈，你飘。妈，家务滚热啊！买。我买，那我不得看看哪个好吃吗？哎，老板娘，你手里那好吃不？你给我尝尝呗。不能尝啊，尝不了。不是，我不得尝尝吗？完了，这要好吃就买这个。你说我要自个儿挑，完了它不好吃，我是不是就撇了？完了就浪费了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哈。嗯。哎，这个钱呢？我也没买呀，我给什么钱呢？雪糕钱呢？雪糕你给我的，我给啥钱呢？哎呀妈！哎，不要了，跟我玩儿。嗯。